回来喽。有奖真打，请问水饺是公的？我带好料的回来给你哦。上菜了。满意吗？嗯。性教育咨询专线，您好。是不是任何跟性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咨询？都可以问啊。男生跟女生做爱的时候，是不是看不出来女生假高潮？上次谈的有帮助到吗？我最近发现我好像对其他人有一些其他的想法。宋清宇，你一辈子都只跟你老公做，啊你不无聊？我要温柔，用心对待你。为什么跟其他男人可以，跟我就不行？我从来嘛不感觉讲像在电视顶播安尼，遐尼啊爽快。我这条腿会发麻呢。你觉得我没办法满足他，都是我的错吗？你有没有遇过什么都很合的 soul mate？ 什么都很合，但只有性上面有一点问题。刚才没说。你会想结婚吗？你先冷静一下。我很爱我自己，很会做爱，但不会爱人。可以跪着去抚摸他，中指很自然的就会陷进去这个缝隙里，放松，把自己的全部都交给对方。做爱是互相的，两个人开心比较重要。但我现在就是开心不起来。我也想可以跟你好好的做爱。你们治疗师怎么是说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，但自己好像都做不到。也许我才是需要咨询的人吧。通常这种时候女生应该要捂脸尖叫